所以那我们要祝福硕林幸福防辐射卡给硕林慈悲的就是师父法师们呢就是大老远专程的跑来这里感恩。现在我们都不用神通，我们现在全部都收回了哦，嘿，一言不实的。佛佛，谢谢你的帮忙。对，重点。是让自己回到自身。对，只要你有肉体，后面你要多少个灵，就看你去创造实相了。对，嗯，是圆妥妥的啊，小宇宙跟大宇宙它是遍满虚空的。那这一张可以让你放在我们谢谢阿爸父啊，我们今日来到主山了。原来呢，我们中部未圆满，所以重新又还是要南下回来。是你看得到吗？可以。哎呦。好，来，我们请净空无限大，虚空无限大，回到自身，两眉之中的白净法圆满具足，阿弥陀佛。哇，好棒哦！好，谢谢，这个送给你。对，从现在开始我们入定了，有这个肉体哦，有这个肉体，对，要什么都有什么。可是我们重新开始了哈，所有的这个神通收敛回来，回归这个无量光无量寿。嗯，好，再来。那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这个是这个当归的泡面，它这个不是只有吃的，它就说这个当归里面是有含义的，就是当下能够回归到我们自身的本性。接受。嗯，耶。它那个特别是那个中药里面不是有一个四物吗？对。所以像这个这边也送给你。送给您的就是这个很人体的这个还有佛法结合的人体佛法还有科学结合的有医学结合的人体大藏经然后白天生活管理科学的这个智慧呢全部都在这里面接受接到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这个它这边有事物嘛念一下这个你给线上的这个朋友好我们现在开始读物心柔，好，我二后面有吗？好，后面的一起。哦，这是什么？是物汤。是物汤。一，物心柔，大脑皮质强项作用力。二，物放下，下是丘弱项作用力。三，物心静，边缘系统电磁力。四，物次处。无毒处是秋万有引力好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在这个生活的当中要对每一个人事物保持觉知觉醒然后才就不会说因为这四个意识让我们就是一直在大脑当中的边缘系统一直会循环就是没办法跳脱出来所以让你能够从这个人事境当中悟到的话就能够跳脱啊！等一下，真正悟到的时候，等下就会请你就把这里，然后你的大脑就会，你悟到的时候呢，你的大脑这四个力量都会回到本质具足的圆满的，就像每一颗啊、哦，大脑每一颗都是钻石的，哎，就是我一样，像无中生，长像无光这样子，哎，好，都是光体的。阿弥陀佛，好，下一位。所以一时之间我们还没有吃到这个四物汤啊对来先讲来对交换一下很棒阿弥陀佛的这个四十八大愿其中有一愿你猜看它是什么哪一愿跟这个米有关第三十七愿一时之志对这个愿是说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我要送一只愿到了哇好棒每一颗米都是觉悟的哦对、嗯啊、你要拿每次吃饭拿三颗哦煮饭啊不是吃啦对了好接下一位祝福这条能量的手帕阿弥陀佛手帕之前呢我们是共生用的、嗯、所以今天你很有福气拿到了这一条手帕了 嗯那之前有一个共生拿到 这条手画的一位法师是、因为他看不懂不认识字所以他看到只看到这个大头、嗯、所以他就把这个手帕放在他头上、嗯嗯、结果呢那天晚上都非常好睡、嗯、他本来都晚上睡不好结果那天很好睡、嗯、真的哦对那后来呢他发现他膝盖有点、不太行动膝盖有点状况、他又把它放在他膝盖上、结果
也恢复了，膝盖也恢复了，好棒，真的是能量的手帕。你看，我把这个能量带来给你，因为他的一个单纯的阿弥陀佛，单纯的心，单纯相信的心，哈，所以呢，跟一个慈悲平等无私的能量相应，哈，这里我们不迷信，哈，不迷信。哇，好棒的佛号，阿弥陀佛，这可以随时一念，这是成佛的资料。阿弥陀佛，是，那可以带在身上。那这是他的冲锋线，是啊，那每天与佛号融合在一起，阿弥陀佛，一切法出。哇，接下来最殊胜的哦，放光。莲花灯，哦，这个还有莲花心灯。那刚刚那个是，这个是随时带在身上可以念的。嗯，那我们还有一个说给无形，给无形众生的，然后给这个环境啊，给这个社区，然后带来这个和平，能够净化，就是这个莲花灯。嗯，对，它是太阳能的，所以你只要放在那个太阳光底下照射就可以。然后如果这个是插粉，对，你就聪明。我整栋里面全部都是。哦，整栋啊，对，那它里面是有这个师傅的音频，就是像，就是一部唱，就是说像这样有这个有师傅唱诵，对，师傅唱诵有请法啊，然后还有这个忏悔的文。有弥陀式的莲花心灯，最特别的就是，它除了佛号，还有师父的开示，哈，开示就如同唤醒我们人人本自具足的智慧，哈。阿弥陀佛，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里呢，感恩师父带领法师们呢，到硕莲家这里来大放光佛光，好，到此来做一个。这里当下所有万姓万里都扬声，那也借由硕莲的家来把佛光创造出去，在这个社区让社区整个发光发亮，好，整个发光发亮，嘿，对，好，结果好，那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的十个手指头，好，十个手指头。来，手举起，手举起，好，看这里，看这里，一、二、一。刚刚说大脑的边缘系统要回归中心嘛，就靠这个，其中一个办法，手刚刚举出来。好，从伸开，从食指开始，这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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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步，两只手一起，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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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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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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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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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好，竹山就从此刻启动，让竹山镇好发光发亮，佛国回到自身，回到社区，回到完完全全啊，回到我们的啊大脑的边缘系统。刚刚补充说明一下，我们用手按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相对应在我们每一个的部位。你看我们那个第六个啊，第六个有没有？它就是我们下四丘的四丘下四丘的地方，它就会发光。那我们那个第十个大放光，手指头
大放光就是在我们小脑的位置，位置对啊，所以整个头脑都大放光。刚才我们我全身都放光，被电到。好，刚才有说那个四物有没有？物那个四球有没有？嗯，哎，对，就是你看到十个手指头，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好，我们整个大脑皮质它完全是展开来的。是，好，是。好，那感恩哦，感恩师父带领法师们呢，来到竹山镇啊。让把佛光牵引过来，那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回到自身啊、本质具足，本质圆满，我本清净，我本喜乐，我本健康，我回到自身，一切感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